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 怪物神话。好，天师你继续讲。没关系啊，你没差，你讲啊。我要打牙签王。You， 那才好。就你幸运。铁定没办法，我只能靠标啊。我现在只有变换舞者跟标识。你打那个镜子的话，我建议你用全身用砍的。因为标是那个蜘蛛在用的，蜘蛛才用标。因为你标的话，蜘蛛打牙签会比较好。对，没有，蜘蛛是血量最高了，可是蜘蛛用标会比较稳，因为你会一直改变攻击模式。好比说你被刺回了，就有一种啊，那我换罗萨好了。你的攻击直接被减半，你换罗萨怎么解啊？那就算了，看你们听得这么 over， 那我就目标45万，45万就好了。我觉得你拼不到，加油！当然是拼不到啦，对吧、啊？这只是试打一下而已。为什么小易也在叫我天师师？他们在学搞，还是被果娃传染吗？天师哥，你在哪一个分流？二跟三。我一耶，很好。不错，我跟青龙姐在一起，很好啊。哎、欸，大乔什么时候结算啊？有人问我。下个月。我说这一次。七月多吗？七月第一个结算的、啊，不是吗？七月初吧，对、啊。我先调一下声音。哎、欸，谁可以帮我看一下大乔是什么时候结算？七月初。不是七月一号吗？七月一号吗？确定是七月一号吗、欸？我看一下好了。欸，应该是七月七号。到底是青龙妹讲的七月五还是七月七啊？不管，反正两个月后、哦，管他的。乐视。哎、欸，七月七，我们刚好在高雄聚耶，希望能跟青龙姐分在一起。还没吧？我们哎呀，七月七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刚好是同聚会完结束。哎呦，我要45万，我要45万，东凯 slam 赛。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跟我说他有黑刀，结果是他妈的黑刀不见了。啊？跟他讲说，你除非伸出黑刀，不然不打，没办法帮你打45万。还好啊 ，OK 的。好，你打哭了。通啊！好，开打。好，双开打的是。啊，没有跟。嘿。右边穿，右边穿蓝，左边那个是。啊，我按错人数了。我觉得后面那个人很讨厌，把我卡住。哦，看看，哦，伤害好累啊！呵，恭喜啊！左砍右砍，上下砍。我到底要以哪边为主啊？我有点疑惑。就以你的本尊为主啊！哇，目前都是局势倒向我这啊，挺好。啊！我被送下去了，而且两边同时都被送下去了，我觉得有点……我来不及按钢铁 ，bitch！ 干，操你的！
哦，他卡住啊！吃屌吧，孩子们！不行啊，没办法，一次打两遍四连三啊，死人哦！你打两个花主会点啊，这么有点哦，打到五万，之后另外再打五万就好。哦，我又来不及按钢铁。哇，话是这个暴力才十万啊！那我们这一组根本就在挂机呀，然后只有我跟茶主帮你打。哇，茶主打很爽，十一万。对啊。哎呀，另外一只有拿过那个，那我来拼这一只茶的好了。因为这次还没有拿过那个蜘蛛装，那你这边为主啊？蜘蛛装，不管打几次都还是没有。我这次是跟鬼夜打。靠！我卡在很诡异的地方，我卡在最左下角浮岛上面，然后中风属性，不管痛痛，这是摆明要再跳一次楼吗？我还想不成日本跳楼。哦，干我死了！靠，开场另外一边就被轰了。哇靠！我剩下四个神仙给四个。哎，防作点。磨砂真的很难走位。哎，对，你在被丢工人之前，如果你有那个什么熊绳，你有被套那个熊绳的话，那个什么兵法，你在那一瞬间移动的话，你好像不会被扣血。红薯哦，简单的伤害200。哇，我要输了，我要掉第二名了。Yeah, man！ 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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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操，隔壁啊！加油啊！我剩六个生命权。我什么都没有买，我什么都不打算花，就乱打。战斗！哇，加油！完了，我G了。加油啊！好干，死掉！啊啊！好痛啊！好痛！其实我觉得丢标标，你现在可以两一个方给通过了。哦，幸好在三蓝之前下来之前，我的暴怒时间就刚好结束了，太幸运了。没神来就是有这种好处。神来！优雅。哦，夜回避。好，拜托啊，十几万啊！我现在才六万呢、欸，我出手好低哦。我这次再加十二，又是阴阳，又是个暴击哦，各种悲剧。我这次也是阴阳，我又不是开业。两边都死了，为什么两边要跳同时间死？然后那个万众瞩目竟然挡我，操！哎，其实我这样子拍没有意义，逆车都进去了。算了，这部片拍完不会上场。讨厌逆车进去。阿宝，我接棒。双开呀。好棒。好 ，OK。继续双开打四连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变态。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变态欧一红，简称欧哥，俗称厕所。欢迎大家坐在这马桶，跟我多接触哦。你是要在我的影片中宣传你就是了。当然，因为我是变态的厕所。等一下，马桶跟你讲说你诽谤他。不会啦，我人很好的。绝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打队友。
别看我那副银当当银当样，可是我最近才学会考机车呢，最近才考机车呢，怎么办？哦，痛痛！下次骑东西给你们看呐、啊。啊，我又死了，下来。真的？啊，善意，两边同时善意耶。其实我觉得说世界上一个蛮不公平，就是他不会因为他不会统一整个房间，他不会统一整个伺服器的攻击方式。好比说这边用重组，这边去打三级猪啊，莫名其妙啊，同个伺服器啊。我到现在还没三十万呢，我觉得打不到了。我主要是左边这只啊。靠！哦，我竟然还能撑到现在，除了刚开场没有按到钢铁就死掉了，就把两个生主耗掉了。啊，不可以啊！他伸出优雅的手，优雅你那个手啊！狙狙，有没有？哎，屁呀！为什么只剩下我？一个三男，全场的人全都狙狙了。很好啊 ，Reborn， 然后 Reborn 之后马上中 Seven， 搞屁啊！好、哦、拜托了，不过只是想拿个40万而已。哎，我现在发现有人很快就把十次用了。我现在这里至少还有6次。我还有2次啊！而且王趴只剩下28了。下紧急时，停下！啊，修牙手，他还要我碰他！我靠，电脑宕机耶！恭喜呀、啊，恭喜，一再恭喜你！各种电脑宕机呀！修牙手。哇，好棒哦！哦，充值，我快跟上帝说哈喽！不会吧，有那么大吗？秒抓一切啊！真的！啊，我死掉了！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暴击率好低哦！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人里面拿土19万哎、欸，好强，20万呢，正常吧？你把它当掉吗？你把它当掉吗？哇，机车出来，白咖先跑出机车啊，然后我就喷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超顺，我两只阿龙超顺，我死了一次就是开始恢复正常了。怒吼！哎呦，左边怒吼，右边也怒吼了。哦，痛痛死啊！击吹，钢铁不错。你看我这边又没有击吹啊，我这边反而打三击出来了，而且一边三击，另外一边没有。你看这整个一整个不公平嘛！怒哎、欸！现在哪两？你现在两只各打多少啊？哦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一只主打，一只副打，副打的是7000多。击吹，左边击吹，我痛死了，倒地啊！好了，然后我就对，有教练是 OP 啊，真的，我还卡在三呢。一边打三蓝，一边打公主，这样一边开暴怒，另外一边就隔壁啦，根本就不公平嘛！哎、欸，我才刚开暴怒，然后就三蓝，我就狙了。现在还敢开暴怒这种东西哦？敢啊！我们等一下被骑车卷死，我跟你讲。我刚才，我现在讲骑车，等一下爆骑车出啊！现在已经来一个吹袭，166，伤害很轻，很简单。哎、欸，我说你开暴怒呢？哦，我没有开啊，我现在没有开啊。击吹，右边击吹，左边打虫鼠，你看差那么多，虫鼠是会痒哦。
我们这边还连续两个西村，你看了这种东西哦，不要那么吃激励好不好？有时候游戏就是吃运气跟激励啊。No， 求你妈个主！干，这我开了5000块，2000块。云外境嘻嘻愉快，老妈了，真的想骂脏话。真来，我们打三来。西村，一边西村一边打三来，莫名其妙。啊，怒吼！再来一次 B 啦！然后右边打西村，左边打怒吼，莫名其妙。两个不同 level 的东西耶，我宁愿接怒吼，也不要接西村，莫名其妙。怒吼你还可以闪呢，右边打西村，左边打金神。是我耶，能不能设计一模一样？右边轻毁有，左边重毁。好，开魔水了。我渴了。我从刚才就一直在开魔水。插嘴对象。我们插嘴对象。对象啊，我嫩，你转化一点啊。现在听不到你讲话。就是，哎呀，一直死，哈哈，抓快一点，不要给你抓哦。我就在跳水。你走插嘴哪种？哦，好简单的伤害哦！哦，我重再重拍一次。我带活气干嘛？活气可以用。左边三蓝，右边不打三蓝。右边优雅，左边没事。现在场上又没有人了，现在场上的人全都死掉了。左边重组。如果掉蜘蛛状，我会更翻脸。左边怒吼，连续两次啊！来，抢尾刀哦，右边轻。抢尾刀哦！我开暴怒了，右边打优雅，快点，尾刀是我的，尾刀哦，哎呦，两边同时死哎，我这里也死了，然后我排名在第三，完成试验三只人，排名在第二，38万，哎，我打了16万。打9000，有人打60万呢、欸，我才打。谁叫蜘蛛？好险，不是我。No， 为什么不是我？我在22名，会不会太扯了？习惯就好，很少人在打了。这边算啊。可是其实觉得我们同时上线的人其实还蛮多。哎呦，我这样随便打还可以打到26名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买，随便打。真的假的？你也太神了。装备吧，台战。看我打多少？看我打第几名？哦，懒得看。试炼三之门解决。金龙妹的名声高了。解决小雷包。真的假的？金龙解多少？20万。真的假的？拿小菜刀。13名而已。金龙姐在我上面哎，我差他3万。我差青龙姐3万。天师哥，我在山域等你们哦。恭喜呀，恭喜恭喜大发财！哎，结果打一打，我还剩一个人生嘞。还是我们先帮他打真相啊！等一下想要打，没有啊，就看你们想打什么，我就跟着你们了。哎，飞哥，那你打真相好啊。然后没有卡，就不能打那个真相啊。飞哥，干嘛？飞哥，你要开光了吗？干嘛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没开啊，看你要不要打。打什么？看你要不要玩而已啊。好啊，好，我们来改密啊！你们想个密码吧，想完之后告诉我。好，密码什么？你想了，你私聊好不好？你就随便想一个，再给我就好了，我没有差。
反正我都不在记事本里面。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穿？刚才打个外星，我是不是要穿那个白装束，人工防御力比较高？桃太郎全速解决。是哦，我连一个都没打。我不太想解任务。我桃太郎一个都没打。全解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杰恩城。哎，我取一个好玩的名字。哇！我随便打个9000也有20000多金哎，那么爽。对吧？你看这世界上很好赚啊。你只要不是在中间那一群，基本上你都会赚到。是哦。不管是你在后面，你后面你一定不会花钱嘛，你在前面一定会大赚钱嘛，中间就会赔钱。其实是。好，那个密码给你啊、哦。那我干脆拿龙神丸打好了，我龙神丸强化最高，所有手甲最高。别了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可是我建议不要。我没有听过说有人拿普满龙神打出高打点，我只有听过说有人拿普满罗刹打高点。不是哦，我是拿龙神丸打土蜘蛛排名第二，排是奇怪的密码。什么密码、啊？给我！你不要看到，你一定会笑。干，什么密码？更没有营养一点。好啦，那个费德说你闲，如果你有空，哎、喵喵姐，费德已经开了，我还没开。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一个吗？打了我两次，然后右门，我笑死了，干，要开一次，右门一次。好烦哦，最近电脑好荡哦，没涨啊。反正不要电脑死坏就好了。我要去升级我的电脑，烦死了。找我费泽。是谁？然后第二次。哎、费泽，费泽这一次这一次这三个 ED 就交给你了，可以吧？不难吧？什么 ED？ 就这三个。我嫌发现我全 ED 还没打完。啊。哦，好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天师，你要看哪一只？我可能要先下，我要先解英文。哈，那好吧，天师哥，拜拜。那拜拜，拜拜，拜喽。那谁要代替天师哥的位置来赢？没事，我先帮先把陪我打百剑，打完百剑把他们。没有，我再帮你们啊。不然我的这张是要解局的。啊，喵喵姐，你嘞？先进来，先帮我把任务破一破，再看，真是少人啊！所以我现在要开吗？我来也。我等一下打怪木可以吗？我想打怪木。好、啊，等等我再陪你去刷。黑子，你先开啊！我顺便打完白切之后，帮你把打他都全部破完。好、啊。打白切我就懒得带任何道具了。那几个啦，右门一次 ，B 二一次，然后打达罗一次，然后帮我把打达罗跟 B 二领掉，然后。就全部都领掉，那个留鬼血刃不要领掉。好，其实鬼血刃领掉也没差，就是、因为 我每次领完，我也没完全没完全。哎呦，右门的那个打法我不会。右门就硬干啊，只要够强就是硬干啊。右门是打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人生中只有过一次右门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就只靠我一个人拿黑刀把变态王打死，我就完成那一次而已。剩下去挑战完全都没有成功过，有个悲剧。等下再打。哎，毛，你要打吗？要破的话，我就给 P 去打鬼了。啊，有啊，配着来吧。几日？三，解三。算了，我现在天咖啡是谁啊？该不会是喵喵姐吧？对啊。哦，了解。102满哦。等一下、哦，这样子满哦，102满哦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知道他在场？他在这里啊！刚睡醒。等一下，打怪木啊！干得这么丑啊！他人在 RC 啊！没有啦，我说我这只怎么那么丑？不是他很丑。我换的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102在 RC 啊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讲。他没有鬼族的衣服吗？
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啊。干没有，自己花钱买，他妈的。生气耶！那一只只要哦，好好，不要生气，乖吼，乖。我说我那一只只要不要买女装都可以。好，但是你要自己出钱买而已。被你说到，我自己砸钱买没关系。好，飞车进来吧。那小钱，等一下我还在穿衣服。小钱，你还穿衣服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是穿着制服加内裤那边打电脑。我只有穿内裤而已。我连内裤都懒得穿了，想脱掉。哎，我现在在实况，你确定要在我实况的时候讲这种事吗？没关系，我觉得应该没差吧。这是合家观赏节目，合里面观赏啊。哎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、欸，没带，你要拿摆件啊。摆件就是看到摆件是啥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很简单。那你 OK 的，我靠，你挖片好慢。等金的啪啪啪啪，管他吃的乱七八糟。我好想睡觉，我想睡觉，都睡醒想睡，那就睡啊。花哪里都不知道。快给我砍啊！哎，你要砍哦 ，Sorry。没事。哎，被拆在一起耶。没补到，真讨厌。哦，打屁啊！好慢哦。呀，然后先赶快先把英文解决。啊，我是闪鸟，我去闪东西，他妈的！哎呦！哎呦！耶！哈神话，你怎么死了？神话被炸死了。天哪！再来一个哇！炸毛鸡丝没事。哈！没关系，我先删东西。OK 的，反正下关不能死而已。哎、欸。下关死也没差，大大多。先看状况吧，能打赢就打赢。哎，屁呀！巴拉巴拉巴拉，巴巴拉巴拉巴。哦，欠真的是欠雷耶。啊，被抓死了！哇，为什么变化的时间这么刚好就结束了？大哥，你要爽！因为他要打伤害啊！我、哦、靠，好蛋哦！靠北。怎么这么大、啊？往旁边走、哦，下来撞屁啊！变好大啊 ！fuck！ 那我开爆珠揍了你哦！我变好大啊 ！fuck！ 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开了什么鸟东西？没看 A 片。又好了。不要我讲电话。那你关麦讲吧。对。干嘛？刚刚是你楼上砰一声吗？啊！刚刚是不是你楼上砰一声了？哪有啊？你有这问题啊？是你刷子缝一声吗？哪有啊？那没事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讲完了。很大声呢。哎、欸，有人缝。等一下。我妈。等一下，那想干嘛？对啊，习惯。习惯就好。我对你们不凶啊。
对门那么好。爆爆爆！假死啊！看一下，只可惜你感冒。冒冒冒冒冒！矿山破百界。矿山，长得丑。那个，妈，臭女人。他是东北。合体。你要杀他，他身体爆。打什么才自杀啊？啊，爬走。好，我上西天了。好啊，干自杀，我也会。来。不要给我砍死。死不了啊！啊！啾啾！你是不是在那个啊？妈，你没吃暴怒砍了！吃饭不是只有钱不要嘲笑吗？跟你们吃暴怒砍，暴怒砍，吃一个暴怒然后就拜拜了。我觉得这可以交给飞了。反正那个等下不吃也是给我卖掉，不如吃掉。卖掉。我先封着，还愿当上的。要不要姐都说话了？对，他平常只会骂我白痴，很少骂人。你智障吗？我看，你是智障还是犯贱？你智障吗？不，我犯贱。你是智障还是犯贱？这个智障。等我一下、啊。制作法杖跟贩售剑，贩售长剑叫智障跟犯贱。算了，你有病，我不理你。怎么没有一件比较屌的衣服给我穿呢？真是，你是智障吗？佩德，但是眼睛不能乱改哦。这只眼睛长怎样，我都不知道。范是哪一个范？哦，我知道。我通常都把眼睛遮起来了。打什么？你来吧。哼。哦。My God， 这只冷兵让我心动，想要花掉。要打？你要帮他买眼妆啊！监管瞬间喷。真相啊！啊，真相是。没有啊。来打真相。对。不是汤姆啊。白戒啊。哦，白戒。我真相还没打。打什么？真相改天啊！真相等有空再来。啊，不然现在要先打什么？白戒。阿华开始啊！你有病吗，天师？天师哥，你要怎么？那个，为什么我觉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抢课，然后被靠背啊 ？A B 错了啦！看我快笑死了！谁啊？谁啊？你在说群主？那个我已经打通了，教官。哎，屁呀！要把我撞掉。为什么要表阿米？倒下，每个人一点。哦，你犯米。